上课了，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伊那巴呀，马老板，哇，今天呢，哇，掌声不够热烈，热情的掌声鼓励加尖叫声。好的，好，到后面去领。好像没有东西可以领呢，我先想想看有什么可以给大家领，但是没有东西可以领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我们可以领受到非常多的感动，还有呢非常经典的来自我们部落的歌谣。那我们部落的歌谣呢都是来自呢我们部落的长辈们的传承，来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部落呢有非常多的部落的耆老们，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美女们，我们的家丽们呢来到现场，我们先给我们的部落的嬷嬷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欢迎你们的莅临，欢迎你们的到来，真的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动。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晚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会，大家放松心情，会唱就要怎么样，一起唱好不好，会跳就要怎么样呢，一起跳。答对了，要是这样跳起来哦，要跳起来的。好好，那我们的Amaru Aru台语歌 MV 公播暨卑南族部落歌谣交流，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正式的开始了。那由于疫情的紧张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我们铁化村一样呢有配合我们政府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在我们的人数上面有做一个管控，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我们族人好朋友想要来到我们现场，但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们一样呢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页，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呢我们的这个MV 的分享后，会在我们的网络上面，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呢有一个公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本次的这样子一个台语歌的分享。那我讲台语歌后，大家是不是认为我要唱那个爱情的恰恰，好，我讲的台语歌不是那个台语歌，是台椅子，台椅子，抬起椅子来的这个歌。那待会呢就要来大家就会透过我声这个后面我们这个大荧幕吼，一起来欣赏到我们的台语歌，但是不是现在，好，这边有写台语歌。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呢也要来提醒各位，那我们今天我们的铁花村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提醒大家了，那后面我们的吧台可以来点饮料，点好喝的饮料，有喝了会利尿的，不是利尿，喝了呢会让身体充满水分的，还有呢另外一种呢也就是呢喝了会让你的精神百倍的这样子的精神性饮料呢，就在我们后面的吧台这里。那另外呢也就是呢我们的洗手间在各位的左手边这里，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使用。好，现在呢我们马上呢就要来为各位呢来介绍我们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采集合作的部落的伙伴。我们呢不知道我们利家部落的利家部落的还没有到，后待会到了我们再来介绍。那这边呢也要非常感谢来自呢我们泰安社区发展协会的我们的理事长，我们的张苹果张理事长，请问您在哪里？谢谢你，谢谢你，非常的感动，谢谢你哦，爱你哦，哇，谢谢，啾咪啾咪，好。那待会呢我们的会陆续去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会，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起合作的部落，以及呢待会也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很多的感动。那这个部分呢待会会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好，现在我们准备马上就要来播放，还没有，好好，不要紧张，还没有。那在我们播放之前呢要来先跟大家来说明，我们这一次的 MV 公播呢是我们台东县卑南族民族自治事务促进发展协会，好，大概26个字，好，简单简单讲，简单讲叫做卑促会，我们的卑促会呢来执行我们文化部108年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的成果。所以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要来邀请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进场的朋友，赶快赶快赶快进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赶快进入到我们的铁花村，因为马上我们现在就要来一起欣赏这个非常感动，我们这一支非常感动而且非常精心来制作的我们这样子
的一个歌谣的 MV。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那我们先这么慎重，大家都来到这里了。那个，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子的距离看得到吗？有没有需要先移动位置的？赶快，前面还有位置哈，可以欢迎大家先移动到前面。万一等一下，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如果看不到的话，很可惜。好，所以呢，欢迎大家，我们前面还有位置。如果说觉得你想要调整一下你的这个观赏的角度的话，我们趁这个时刻好不好？我们趁这个时候赶快。那待会呢，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坐在一起，可以手牵着手，但是呢，这是安全的、健康的范围之内。然后，好，我们就待会就一起来欣赏。现在我们就要一起。来倒数啊，倒数几秒，倒数六十秒好了啊，太久吗？啊，倒数六十秒太久了。好，我们一起来5、4、3、2、1，哎，播放了吗？播放了，好，掌声鼓励。
嘛那拉嘛哈乌哦嗨呀哈乌哦嗨呀。谢谢大家的欣赏，再一次给我们自己骄傲的掌声鼓励！哇，真的是，其实呢，刚刚看了有非常多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鸡皮疙瘩，好，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呢，看到我们卑南族这样子的精神，还有呢，我们卑南族各个部落，然后呢，在这样子的歌谣当中呢，我们一起呢，能够感受到，一起呢，来享受我们这么美好的文化，真的是非常感动。那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来感谢我们的张玉泉老师，谢谢我们的张玉泉老师，他是呢我们这次 MV 的计划的指导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我们的张玉泉老师，谢谢您。好的，那待会呢，我们现在正在加麦克风，为什么呢？待会呢，我们就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部落歌谣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在这个分享之前，大家看完了我们的 MV， 我们当然呢要欢迎到我们这一次我们的 MV 的，哎，是的，我们这个工作小组非常的忙碌哈，我找一个不会打扰他们的地方。好，那我们的这个这一次我们的 MV， 我们的导演呢是来自我们南王部落的陆浩明小陆导演，在这个同时呢，我们热烈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导演请上台，来跟我们分享呢我们的这样子的个 MV 当中呢我们的工作的心得，以及呢我们的感动，以及呢点点滴滴，掌声欢迎我们的陆浩明。阿姨那边。真的很高兴哦，就是我们这个拍 MV 的计划能够到第二年来，而且今年我们挑了这一首歌叫《马路啊路》。其实这首歌啊，当时最早以前听到的时候是在剑河部落，那时候听到剑河部落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那后来是在下槟榔部落，然后透过祈祷他们的一些分享，才发现就是说，原来这首歌它有很多的一些意思在。应该是这么说，我会做事，但是我不太会讲话了哈。不过真的很感谢，这次不管是南网也好，下槟榔部落也好，以及宝山部落也好，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活动里面，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协助跟帮忙。那最主要是我们在记录的过程中，让我很感动，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常常去部落里面跟老人家在做一些田调的时候，老人家常常会跟我们讲说：“哎，木木啊，你们的动作要快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等你们等多久。”其实这句话，其实每次我听到我都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们的动作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赶上我们的老人家他们的消失，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歌谣，很多的一些文化，在于如果都没有把它给传下来，我们如果没有学到的话，那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未来我们可以拿些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什么样的一些文化来去传递给我们的孩子。那我也很高兴，我今天能够用我自己的专长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MV 的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北南族以外，那其实我们也更希望能够唤起我们的族人，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消失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希望大家未来，能够，再给予我们更多的一些协助。那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大家会上来做一些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就是一起分享他们的学习这个样子。那最主要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掌声，不是给我，我觉得要真正要给我们的掌声的是我们部落里面还这么努力在学习的这些人，以及我们的长辈们这个样子，其实掌声给他们好不好？谢谢，真的。也，我们今天制作这样的 MV， 其实真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真的是，很希望就是在这一路来，就是为了文化，默默在付出的这一群人这个样子，看了这支 MV， 希望大家会喜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导演，来，你给我麦克风，我给你这一张爱的卫生纸，哎。好的，那透过我们的导演哈，虽然他说他只会做事不会讲话，哎，对吗？好像有没有相反？好，应该是没有相反。只会很会做事，但是呢，讲话呢，他不太会。但是呢，我相信他是一个身体永远是在我们讲话前面的人，对不对？再一次给我们的陆浩明导演一个热烈的掌声，希望呢他能够在制作更精美，而且呢更有意义，而且呢更能够保存我们卑南族或者是各个族群的这样子文化的一个 MV， 然后来再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想不想再看一次？要不要？要。然后自己上网好不好？自己上网看，这个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 YouTube 还有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呢，都可以呢来欣赏到我们这一次的 MV， 所以你可能要再看慢一点啊，再看快一点啊，都没有关系。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呢就要来进行我们下一个部分的一个演出了。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邀请到呢是来自是我们的巴布鲁部落，我们的宝桑部落，欢迎我们的宝桑部落，请上台。那诚如呢，我们的导演，我们的陆浩明导演所说的，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文化过程当中呢，其实更需要鼓励的就是呢，我们的年轻人们，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是真正的很年轻哦，基本上都是80到90几年次，好，80几年次到90几年次，非常的年轻。那他们呢，对于文化的部分呢，他们不遗余力，而且呢，非常认真。也非常的努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起来聆听来自我们巴布鲁部落，来自我们巴布鲁磐石青年会的声音，让我们呢一起享受在今天呢属于我们卑南族比努尤玛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晚。热烈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巴布鲁。大家好，我是波松的。我是来自台东宝山宝布鲁部落，然后今天就大概就这样子的人而已，因为他们都去当兵了，女生都当兵，对，女生都当兵，然后男生都在家煮饭，一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带来3首台语歌，没有，就是母语歌，对。然后请大家就是打开你们的耳朵，然后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然后为我们掌声鼓励，谢谢。第一首歌《勿忘我》，歌词大概的内容是：我不知向谁诉说有关于你忘记了我们的这件事，
我们来看你了。不管你是好是坏，我们都不会忘记你。献给大家。首偏思念的感觉的一首歌，就是比较情绪会比较荡一点，然后接下来是会比较带来一首比较就是欢乐一点的歌，然后待会请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打拍子，然后请你们拍子一定要对，不然我们会唱错。想要跳舞的也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就直接跳。Oh
小君有翻唱，是翻唱吗？他有出过这首歌，对。然后第三首歌是那个，其实很紧张。第三首歌，因为他变回男生。哦，因为原本就是男生。对，本来是其他，因为通常我不会是当领唱的人啊，没有办法，现场唯一的绑杀烂只有我，所以就是由我来担任当领唱这样子。可以摇摆你们的身体，没关系。乌安海呀。谢谢我们的巴布鲁部落，感谢你哦，做感谢罗拉，谢谢。好，因为他们刚刚第一句呢，做搞苏奈呢，吼，做好听的列苏奈。好的，
好，那谢谢我们非常可爱的来自我们巴布鲁部落的我们的磐石青年会，一群非常用心的我们的年轻人们，相信透过他们的歌谣，透过他们的分享，大家可以感受到呢，虽然我们的生活环境呢可能没有像以前这么一样的完完整整的完完全全的都是经营在我们的这个部落的语言文化当中，但是呢能够学习的以及能够努力的，我相信他们呢一定是不遗余力。好的，现在呢就要来继续为大家呢来欢迎到来介绍到的这个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演出的，也就是我身旁这一位吉他手，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我们的导演Welcome Gata The Band， 我们的陆浩明，我们的强陆老师。因为经费有限，所以说我们什么都要做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呢来自我们我们的导演的部落，也就是呢我们的普悠玛，我们的南王部落，请上台。那我们的南王部落呢，其实在去年一直都在筹划着要来到我们的铁花村。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这几年这些年来的学习的成果，但是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我们的这个联合年纪我们的联合年纪的主办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悠玛部落，我们的南王部落。刚刚透过我们的 MV 的画面，大家其实也可以回顾一下，而且欣赏到一下我们在联合年纪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以及画面。现在呢正好借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MV 的公播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音乐分享，让我们呢的普悠玛部落呢正好哇，就是在这个场合能够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学习的成果以及呢他们的紧张，看得出来很紧张吗？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很紧张的话，给他们紧张的掌声鼓励。好的。让我们欢迎南王部落朋友们。伊那巴扬，伊那巴扬，马老板，马老板，大家晚安。我们是普悠玛部落的青年，今天呢非常开心的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在部落跟长辈们所学的歌谣。那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导演，就是小鹿哥，对，然后也陪伴我们一起学习部落的歌谣。那今天的这样的演出其实也算是我们部落青年的第一个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大舞台给他们掌声鼓励。对啊，分享歌谣这件事情是很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来三首在部落已经很少在传唱的歌谣。第一首歌就是斯奈达忙啊要，对，那年纪之歌。那这首歌很特别哦，就是由我们的长老南靖玉母母还有吴化智母母他们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教我们这首歌。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大概就像我们这样年龄啦，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演唱方式。对，那就来带这首斯奈达忙啊要年纪之歌。Dia nama sara, roti laga namia, kuraya bina banana, kuraya bina mutan, kanduna mangan sara, kandula bula bula ya.Salam kira hilanai dalam uang
接下来要带来第二首歌，那这首歌呢没有特别为它命名，其实从前就是老人家在部落里面就是大家传唱的时候，就是一个感觉一个心情，就可能有一首旋律，然后大家就用很轻松的方式将一些虚词填在里面，然后这样子一直传唱。所以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些歌找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命名叫做斯奈达妈一档案，意思就是老人的歌或是老人歌这样。那因为它没有特别的名字，所以一般就是大家回忆中就是从前有一个嬷嬷很爱唱这首歌，那就可能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从前有一个嬷嬷叫做马吉狗，然后这个嬷嬷呢很爱唱这首歌，每次喝酒啊很开心都要唱这首歌，所以我们那时候把它学起来之后，我们就叫它马吉狗这样。那其实这首歌就是一首老歌，那我们接下来分享这首歌。之外呢，接下来就要带来比较欢乐的歌。那其实很多部落的歌谣，我们都统称欢聚歌啊、欢乐歌啊，很多首嘛，对，欢乐歌一、欢乐歌二这样。然后实际上呢，其实它会因为不同的情境，然后老人家会填词。当下比如说是结婚的场合，他就会填上
结婚应该要有的一些欢乐的形容词。那年纪的场合呢，就会形容年纪的一些画面，然后也填到我们的歌词里面。那现在的原住民的年轻人呢，对于语言的部分还在学习，所以今天就用歌谣来呈现这首那个斯奈拉马伊当案，也是老歌谣的换句歌。皮乌马部落，谢谢我们的南王部落的青年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谣，这么好听的歌曲，再一次谢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谢。怎么会把不乱带出来，因为我听起来格外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呢也是南王的孩子，是皮乌马的孩子。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哇，大家最期待的，也就是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也就是呢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MV 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教学，有这个传承这样子这么美丽的歌谣，我们才有机会呢来到这里拍摄这么好的 MV， 没有错，他们就是来自我们的夏槟榔部落，我们的 Binaski。 我们要来欢迎我们部落的哥哥姐姐们来吟唱呢非常美丽的部落歌谣，来跟大家分享。那请大家慢慢的来，不要急，哇，有我们的部落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来到台上，而且呢有来自呢我们的林徽因老师，林徽因老师呢大家呢都非常的知道他，虽然我们呢他很低调，但是呢也是很重要，因为跟着部落一起来到我们的铁花村，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呢一起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呢我们呢都是部落的孩子，一起分享，一起享受，一起呢在我们的部落歌谣的文化当中，部落歌谣的这样子的一个养分当中呢，我们学习到属于自己的母体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也非常的珍惜。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一起欣赏来自呢我们 Pinaski 我们下槟榔部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多的人数的他们今天哦大概本来是要来60位，但是因为舞台的这个受限的关系，所以精挑细选哦，千拜托万拜托，所以今天呢只来了30位左右。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槟榔Ski部落，我们的下槟榔部落，欢迎他们。Marawan, Alami Binasugi， 我们今天也要先唱3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是Garumi Regali Binasugi mu nanda mangayau mu sasnanta gitubung kemana senayan， 就是这首歌会是在我们的年纪的时候，我们会唱在。就是接亲人的时候我们会唱的歌，然后下一首我等一下再介绍。那我们今天呢没有伴奏，所以我们就纯清唱啊，然后可能我们的声音会小声一点，那请大家就耐心的听。来玩什么阿兰叫 Kitabun。 那第二首呢是我们部落比较特别的歌曲，因为它有2个声部。那这首歌呢是在说我们非常的高兴今天的聚会，那我们没有什么好献给大家的，仅以歌谣来献给大家我们的祝福。那这首歌它的歌名叫一样是叫 Sanayana de Mwamwan。 好，我们一起来听。
安呢。不是啦，是口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第三首歌曲呢，是在我们的 Misao 结束了以后的 Muhammad 准备早上要出发做 Muhammad 的时候所唱的歌曲。那这是在叙述从我们 Misao 的整个过程里面的歌词内容，包括了天气很炎热，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辛苦，然后也口也很渴，想要喝水，但是工作尚未完成，那我们还必须努力的把草除完。以上就是在小米田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那它一共有十段的歌词，我们今天就唱五段，就唱五段哦，但很短啦，哦，不太长。那这首歌就叫巴拉巴巴蒂，好，也就是长辈对我们的一个叙述和鼓励，在这里献唱给大家，谢谢。呼呼啊咪啊沙呼啦，呼呼呼啊嘿，呼啦呼啦呀啦，呼呼呼啊嘿，啊沙哈沙哈日那呀，呼呼呼啊嘿，呼呼啊嘛比啊比呀呀，呼呼呼啊嘿。是的，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谢谢我们的 Binaski， 谢谢我们的夏冰兰部落，谢谢你们辛苦了，慢慢的走，慢慢的回到我们的座位，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欣赏到的这个演出之前，我们呢在这里也要再次特别感谢。来自呢我们李嘎翁，我们的利加部落，我们的斯奈亚老师，谢谢你，谢谢。那因为呢在这里呢要再一次特别的感谢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这一次的计划，很荣幸我们在109年度又有再一次执行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今年的时间，我们就会向我们的利加部落以及呢我们的泰安部落来进行我们的歌谣的采集，相信呢也会让大家呢有非常好的一个音乐的响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到我们各个部落最让我们呢这样子最感动以及呢最深刻的一个歌谣。好的，所以呢我们期待我们的
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们呢一起跟我们的利家部落还有跟我们的泰安部落一起来执行这样的计划。好的，继续呢我们要来写很多字哈，好，到哪里了？我看一下。是的，接下来就要来欢迎到我们卑南族青春歌队，欢迎我们的卑南族青春歌队，请上台。那卑南族青春歌队呢，是来自我们各个部落的青年，他们呢在一起学习各个部落的歌谣，在这样子的一个青春歌队的互相的学习当中，也彼此呢来学习各个部落文化的美丽。好的，那他们呢接下来就会为我们带来我们卑南族青春歌队非常精彩的演出。那在这里呢也要这个来特别为大家介绍，在我的左手边这一位，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 MV 的女主角，昂哦，林晨怡，小圆台大八六九钟丽缇，这样子介绍可以吗？台下可以领20块哦，等一下我去领，20块，谢谢谢谢。好，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卑南族青春歌队。现场的所有的长辈们、好朋友们，大家晚安，马老板。哇，非常的开心，今天呢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歌谣。那刚刚前面也听了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谣。那我们卑南歌队呢，我们是来自各个部落的青年，我们还算青年啦。有来自我们的像我就是来自大八六九达马拉高部落。然后旁边这位比你来自我们的普悠玛部落，普悠玛部落，还有我们的小劳戏。好，那旁边呢还有我们来自巴布鲁部落、宝桑部落的，自己不要讲名字吗？好好，那后面的话呢还有我来自利家部落 ，Hello， 大家晚安。还有龙贡麦部落，大家晚安。对，刚刚漏介绍一个，还有我们的大八六九部落的帅哥，耶、yeah! ！好，那我们呢也是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跟老人家学习歌谣，所以有一些歌曲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样带来三首歌曲。第一首呢，它算是比较流行的歌曲啦，是中文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唱。流行乐。对，流行乐这样子，部落的流行乐。朋友也快来，快来呀，好朋友，我们是充满理想的布悠玛青年，热情的青年，美丽的姑娘，生长在难忘的伏魔沙岛。我们豪情万丈，我们热血满满，冲着布悠玛的威风。哩摩哩摩咿呀，登玛玛古呀，阿斯阿斯班，拉布拉。青年，热情的青年，美丽的姑娘，生长在难忘的伏魔沙岛。我们豪情万丈，我们热血满满，冲着布悠玛的威风。拉布拉亚南达拉，
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也听得懂歌词在唱什么。好，那接下来呢，紧接着第二首歌我们要带来的是这首来自利家部落的工作之歌。那路弯，那路弯，哦哎耶安，哦咿呀，哦嗨呀，哦哎耶安，哦咿呀，哦嗨呀。那路弯，那咿呀，那呀，哦嗨呀，嗨呀，嗨耶哟，咿呀，嗨哟呀。嗨呀嗨哟嗨呀，咿呀哦哦嗨呀，咿呀哦哦嗨呀，咿呀哦哦嗨呀，嗨呀嗨耶哟，咿呀嗨哟呀，嗨呀嗨哟嗨呀。之歌，哇、wow, 真的是由那个利家部落本部落的人来唱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好，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龙过脉部落的，我们也是叫他欢庆歌就好了。因为他就是我们摩拉的时候会唱的歌，哦、oh, 开心的歌。好，那唱歌神啊哟那忘恩杀人，神啊哟那不拉不拉呀，哎呀哦嗨呀哦咿呀嗨哟嗨呀，哎呀哦嗨呀嗨呀嗨哟咿，哎呀哦嗨呀哦嗨呀，神啊哟那忘恩。嗨哟嗨呀
分享了这首三首歌，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是我们有喊 uncle 啊，有 uncle 是不是？不要紧张啦，知道，不要紧张啦。那我们今天呢，既然是我们那个马鲁阿路的那个歌谣的公播会，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当然也要把这首歌再唱一遍，大家说好不好？好，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欢迎一位神秘嘉宾？就是我们的男主唱，在哪里 ？MV 男主角，最帅的来自我们的嘎沙巴干部落。小磊，掌声鼓励。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因为大家都会唱嘛，而且我们母母他们都有在唱，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全场的朋友一起站起来跳舞，一起唱歌。好。来，男主唱，有声音，来，男主唱当然有自己的，那你站这里好了啦，因为我不好动。哎，没有，你在那边啦，可以啦，哎，对，我算过那个啦，风水的，要算过就是你一定要站在那个地方，站这就是比较吉利啦哈。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我要介绍我自己。对呀，好，哎，大家晚安，马老芬。好，我是来自嘎沙巴干部落建和部落的名字哦。那小鹿哥那时候找我录专辑，他说再来唱歌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男主角啊、哦，可能有身高的限制了啊。没有，我们可以当男女主角，都是有选颜值的。是哈，对。他说宇宙两个报名而已。你不要把秘密讲出来。好的，OK， 好。好，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我们的台语歌。我们清唱吗？还是清唱吗？有伴奏吗？还是我们可以有请我们的导演？导演是多功能哦。对呀、啊，对呀、啊，导演不只是要那个什么，要找经费啊，要场控啊，又要干嘛的干嘛的，还要帮我们伴奏，他有时候还帮我们合音。什么事情都要做，辛苦了。最忙的导演了哈。对，那这首歌呢？哇塞，有。哎，完全没有套过呢。女生可以，我们就当然就可以。嗨，因为毕竟我们女生为重啦。好的。贝兰组的个性都是这样。好的。所以家暴的都是男生嘛。可以的话，现场的朋友一起站起来跳舞，好不好？
分下来。还有邀请我们下槟榔的族人，我们也一起跳舞。好，全部一起了哈，来，哇啦啦。阿罗阿那呀那呀哦。上来了，来，有了有了有了，先给蒙古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继续唱下去还是怎么样。那咿呀那呀哦，哦咿那罗啊，那咿呀那呀哦，来牵手牵手来，花大大。Hey, yeah.
最后一次了啊。大家，谢谢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在这里呢，一起来享受我们这个感动的一刻。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呢，我们108年我们原住民村落计划，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我们的导演，也要谢谢我们各部落族人，更要谢谢我们的铁花村，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那在这个时刻也要再继续叮咛我们所有的莅临现场的我们所有的部落族人，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们，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们，真的感谢大家之外，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呢一定要多洗手，我们为我们这个美丽的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防疫的这个情况，我们继续把它保持好的。在这里呢，谢谢大家，今天大家晚安，再见。